欢迎大家翻翻嚟星期二嘅法政现场，继续我 Kevin 林海欣同埋法巴 Martin 同大家一齐睇超大事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翻嚟啦，一个礼拜。系啊，见到大家啦。咁咧，跟住我哋睇翻咧，今日咧，11:21嘅恒指表现先啦。咁见到咧，而家咧就28,105点，咁咧就跌咗225点啊，大市成交咧就有332亿啊。咁见到咧，港股咧都系缺乏咧向上冲嘅动力，继续向下调整啦。美國聯儲局咧減息半釐嘅預期咧都沖淡咗喎，咁所以咧見到港股咧都跟住外圍調整啦。不過見到咧而家咧有資金咧都係趁低吸納嘅喎，咁見到牛熊證資金就顯示咧，琴日咧嘅資金咧就大幅咧加倉個牛證嘅。咁咧目前上咧牛證嘅比例咧都係60%以上嘅。咁今日嘅資金流情況又係點咧？咁點解有咩原因導致啲資金會睇好後市表現咧？其實首先你頭先提到就係話個減息預期減半厘咧，其實如果有睇開即係FOMC 嗰個期貨嘅話咧，半厘個可能性不嬲都唔大嘅。但係當然啦，俾啲媒體一寫嘅時候，咁就梗係有咁誇張，寫得咁誇張嘅，冇辦法。而家啲媒體都好多時候都係咁，哇！有半厘梗係寫半厘先啦。咁但係其實不嬲都係話即係好大成數，只係減0.25%嘅啫。咁所以變咗就千祈唔好因為咁樣樣而令到個心態突然間好負面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其實見到就係話上個星期五得嗰500多億成交，最主要係成交唔係好夠嘅情況啦，同埋就係話之前禮拜二嘅時候升咗上去嘅時候咧，咁啲股票有少少調整嘅啫。其實睇翻大部分嘅股票咧，暫時都係回落翻去10天線、20天線都未到嘅水平嘅。咁所以變咗即係都係大漲小回嘅格局啦。咁恆生指數方面，28,100呢個位置暫時就希望企得穩啦。如果再失手嘅話咧，可能真係要試到27,700啦。之前再下少少嘅重貨區。咁所以如果你話睇翻牛熊證嘅資金流，的而且確尋日係比較多嘅資金係買翻牛證嘅，因為見到個指數之前一路都係28,500增持緊嘅時候，突然之間一下子調整咗成300-400點落嚟嘅時候咧，大家都會有搏翻少少反彈嘅心態嘅。同埋另一方面就係話咧，見到其實市場上面貼價嘅熊證唔係真係咁多，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個資金流就更加側重咗喺牛證嗰邊。但係其實睇翻嘅話，啱啱我哋發巴本身有一隻嘅熊證就28,500啦，咁其實嗰只琴日已經開始有資金流入。今朝嚟到睇咧，資金咧更加就係好壞參半添。咁見到無論係牛證同熊證咧，流入嘅資金嘅數量啊，買緊嘅期指等值嘅話咧，其實就喺我哋今朝發班嘅數據嚟講咧，就係差唔多嘅啫。咁所以變咗喺短期之內咧，大家都可能要有少少心理準備，28,000點呢個關口究竟係守唔守得住啦？咁睇緊我哋嘅觀眾朋友咧，你哋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即刻留言，咁 Martin 喺度會即刻解答翻大家問題啦。咁咧今日雖然個市咧就比較悶悶地，咁見到咧豪賭股咧都出現反彈喎，咁大行咧目前話咧係博彩股趁低吸納嘅好時機啊，好似金沙銀娛啊，今日都反彈喎，咁多唔多人留意今日博彩股嘅輪勝咧今日？其實博彩股尋日嗰個表現，即係呢一排個表現開始吸引翻多啲資金留意翻嘅，咁啊，所以變咗今日嚟講做到少少逆市向上添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股價同埋目前為止咧，都係即係以短線部署為主，因為點解咧？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其他嘅藍籌板塊咧就開始。個焦點比較失色咗少少，譬如騰訊今日都開始回吐，跌翻落350蚊樓下啦。港交所又好似喺280蚊嗰度牛皮咁樣樣，咁所以即係喺板塊輪流炒作之下咧，啲資金轉下轉下轉咗落嚟博彩股嗰度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你話即係純粹趁個市悶悶地，好似你咁講悶悶地睇一睇博彩股今日即日啊，或者係隔夜嘅部署嘅話咧，都可以接受嘅。咁但係其實提醒翻大家，由於呢一個星期左右咧，見到個成交金額比起即係之前高位大概1,000億咧，其實都回吐咗，起碼都20-30%落嚟。咁所以變咗你其實喺投資嘅金額上咧，其實可以即係適當地調整翻，甚至乎好似跟翻個大市咁。既然大市個資金成交係調整咗20-30%嘅，咁可能你自己投資上面可能都減翻，起碼都30-35%咁樣樣。咁去到控制翻嗰個風險嗰個嘅個金額嘅投放，去到控制翻個風險咯。
嗯，咁另外咧都見到觀眾朋友咧都問呢、這個招行3968有咩 call 輪推介啊？嗱，3968好多人有問嘅，今朝都尋日應該話，尋日我哋做另一個節目嘅時候咧，都有人問招行有冇牛熊證相關牛熊證，咁同埋而家有人問 call 輪添，咁其實如果睇翻招行咧，最主要嚟講就係之前有新聞啦，出過話佢要被查啊嗰樣嘢啦，咁但係似乎暫時就開始消化咗呢個消息。咁所以變咗有啲人就會想睇翻就話，會唔會招行有少少鬧底嘅情況咧？3968啊，係啊，3968，我撳翻出嚟先啦。咁所以如果你話招行嘅話咧，的而且確之前跌得深嘅時候咧，而家有少少鬧底嘅部署咧，都合情合理嘅。你問我有冇 call 啊？好可惜，我哋發巴咧竟然係冇 call 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集中咗，因為其實今年嚟講，你見到好多嘅。資金流的方面都是集中了在某幾隻的股票上，所以特別是內銀股這麼多隻，有建行、有工行、又有中行的話，其實我們招行暫時就未有，尤其是之前有新聞更加害怕，所以反而就是工行、建行我們就會有，招行我們就沒有 call 輪的。相反來說，我看到有人問港交所, 港交所有沒有 call 輪，港交所你就這隻有了，因為為什麼呢？這隻絕對是我們的焦點板塊之 一因為始終見到就是說有幾個剛才都提到了，港交所280元是牛皮的。然後呢就看回就是說那個最主要來講就兩個消息來緊，就是說個阿里巴巴啦會不會有一個上市啦，還有就是說滬深股通可不可以買到同股不同權的這個的股票的情況。所以 在這個前提下面呢，其實港交所雖然它是很貴，但是都值得繼續去睇住嘅，咁所以變咗，如果你港交所嘅 call 輪方面咧，我而家即刻炒一炒。現時港交所270元，真係叻嘅啫你，270元嗱，咁如果270元咧，其實我見到目前咧，我哋有隻可以都參考一下嘅285元嘅港交所。11月到期的 call 輪29148呢一隻 call 輪啊，29148，咁就11月到期285元，咁就都有成11倍槓桿，咁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。咁另外仲有觀眾朋友問咧，2388啊，中銀香港啊，不過就冇人問咩，可能問點樣睇咯。嗱，中銀香港嘅話咧，就比較上。就是我搞一撳出嚟先啦。嗱，中銀香港咧，其實銀行股啦，應該咁講啦，普遍嚟講，銀行股咧，哇，踏入咗第二季之後，都真係整得好緊要。我都唔知幾耐冇講過匯豐呢兩個字，跟住恒生亦都開始靜咗落嚟，咁啊中銀香港嘅更加少添，2388。咁所以如果你話睇翻即係本身嗰個正股個走勢咧，都啱噶啦。而家我而家撳住個手機望。基本上在這個的五月打後，即是其實五月前呢，它就曾經升到34元，但就每次一動完之後呢就橫行橫行橫行，跟住到5月6號的時候呢，這個 Donald Trump 出完個 Twitter 呢就一跌回來現在31元這個水平，跟住又是橫行。咁所以如果2388的話呢，其實啱啱，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，我哋而家最近啲彭行商咪成日講嗰個界內證嘅，界內證就係買佢唔喐啊嘛。其實如果界內證可以出到喺呢啲銀行股上面咧，其實就啱曬，因為佢越唔喐，你就越有機會賺到錢。咁但係咧，因為界內證對於嗰個流通量要求比較高，咁所以咧就暫時未有，連匯豐都未出得住啊。咁就希望我哋爭取到第時可以出多啲嘅相關資產啦。咁所以如果你問翻我2388嘅話咧，暫時就。都是一個橫行格局，30元、32元，相關產品不多，我們應該有的，但是會不會在這個時候揀 call 啊 put 去看呢？我覺得既然是橫行，即是你投資股票都是想它動，既然它不動，那就看其他東西咯，是啦，就是這樣，即是當然如果你揸住收緊息的，那就繼續收息咯。另外咧，講到表現最差嘅藍籌股，一定係吉利汽車咧75啦。咁見到咧，佢頻頻咧就俾大行唱淡啦，同埋咧，琴日仲要出埋盈警添。咁上半年咧預計咧就倒退40%。咁其實見到吉利汽車係咪會繼續跌落去咧？同埋抑或依個反彈，即係嗰啲負面因素係咪已經出曬嚟嘅咧？嗱，吉利汽車話就話佢。
即係好多負面消息，但係如果你睇翻個股價表現上面咧，我而家即係撳咗幅圖出嚟嘅話咧，佢當然啦，由之前$18高位回翻落去而家12至14元度。咁但係其實$12一路都暫時守住咗嘅，咁、所以雖然你頭先都提到就係話啊出咗好多負面嘅消息，係佢係啱啱呢個禮拜由之前$14一好即係都幾快地跌翻落$12，咁都跌咗$2差唔多成10%。咁但係$12只要仲守得住嘅話咧，暫時技術上咧都仲係一個橫行區嘅底部。咁但係如果要擔心嘅話咧，就係話擔心吉你真係連$12都守唔住嘅時候咧，咁啊真係要小心啲啦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當然啦，頭先提過啦。咁如果你話譬如好似同翻只2388去比較嘅2388同埋吉你，咁啊似乎吉你大家都係橫行局面，咁但係吉你可能跌穿嘅機會咧就又喺度。咁同埋市場上面我知道都有相關嘅吉你 call put 輪嘅，咁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嘅。嗯，咁另外答唔答埋呢条啊？平安哦，有咩 call 介绍？2388，咁见到今日都跌咗落嚟，嗱，平安咧就同头先我讲嘅都属于其他即系蓝筹个表现都系差唔多。我自己觉得咧呢一两日咧个指数啊、蓝筹啊，甚至乎腾讯跌咧，都系属于一啲大涨小回嘅格局。嗯，平安之前上個禮拜我哋先講緊話啊，有冇機會破紅底股嘅機會？我哋好似有印象嗰個有冇機會破紅底股？咁但係好啦，破唔成啦，咁咪有少少回吐咯。咁如果你話平安你想睇翻 call 嘅話咧，我暫時都會定翻喺嗰個紅底嘅位置，即係大概$100左右嘅水平。咁所以如果你睇翻相關嘅行使價嘅 call 輪咧，我要揾只長身少少嗱，呢只啦，18707。18707，咁啊12月先到期嘅，咁就97.5行使價，咁啊發巴嘅平安 call， 咁都有9倍杠杆，咁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啦。嗯，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多謝曬 Martin 啦，咁同埋咧大家都好踴躍問問題啊，咁我都知道大家未夠後噶，咁咧記得咧留意咧5:30到啦，5:20，不過通常我會遲到，所以就5:30到啦。諗定啲問題問 Martin， 係啦，咁咧聽日同樣時間咧再見到大家啦，拜拜。拜拜。